哎，罗子，你看我这新发型酷不酷？是不是帅呆了？酷毙了！啊！哎哎，赵总，哎是哎，我小付，那个哎，就等你电话了。哎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早上车洗个车，哎。 你见谁了？不对，红灿。哎，行行行。 你追我干啥？师傅，你还没给钱呢。我的天啊！你追过来了？哎，我要开飞机，你是不是跟我飞啊？多少钱？几块。给。我没拿零钱，我回去给你取吧。哎，不，你不嫌累啊你？剩下钱坐摩托车回去吧，太能跑了，你知道不你？你跑的多呀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练前程啊？走吧，走吧。 赶紧回去吧！哎呀，吃饭呢，断啥练呢？ 罗子，你劲儿大了是不是？没看见拦车了，快去，干完再吃。快点！ 马老师，吃了没有？罗子航，梁鑫，你们俩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学校。啊，马老师，我说，快去！哦。哎呀，停车！停车！你开慢点吧，后车厢还有人呢。景师傅，你开慢一点，这后面还坐着人呢。哦，行。 爸，你咋了？你咋回来了？啊，罗家长。啊，马老师。这客人来了也不让家里面喝口水。哎，咋能不让喝水啊？饭都要管嘞。子航，快去做饭。啊，马老师，里边请。哎，哥，你慢点，来，我来，马老师，我来，慢点。
行，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店里面有事儿。哎，吃了饭再走呗。哎，不了不了，走了啊，二航。嗯，你看，咱这鸡蛋你还要不要？行，再来一口。好。子航，哎，给你表号叔，替你筐鸡蛋。啊。快点！啊，你带钱了吗？带。嗯，好，给。走了啊，我腿脚不便，就不送你了。啊，这一拿着钱都走不动。瞧你说的，开玩笑呢。没事，黄，今天真是麻烦你了，回头我把之前给你送过去。别客气，我走了啊。你慢走啊。哎，刘队长，我呀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知道，你是想让子航回学校上学。 你也知道，这个娃的功课差得远，上学也是白花钱。不是的，你听我说啊，罗家长，现在呀有个机会，这全县呢要举行一次中学生的1万米越野赛，这只要跑进前20名，中考就给加分了。如果再获个二级运动员，这体校就能破格录取。我觉得罗子航这娃还是可以拼一下的。你看，罗子航那两条短腿。 还能当运动员，这娃挺有耐力的。哎，人不大，犟劲儿可大得很。刘家长，这说实话吧，陆子航的学习成绩确实是一般，但是我发现他很喜欢长跑，而且耐力也特别好。我想着让他先回学校。 跟魏老师的体育队进行训练一下，这说不准就考上了。那体育特长生，花钱吧。要是钱多了，我可负担不起。这钱的事情，到时候都好跟学校说。马老师，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。行不行的，你就让他明天先回学校试一试吧。这样。 让我再想想吧。那行，那您就先想想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正做饭呢，你吃了再走嘛。不了，晚上还开会呢。您坐着吧。子航，子航，替我送一下你马老师。哎，不用了，您回屋坐着去吧。您慢走。哎，再见啊。 想请进体育队的话，这个魏老师不用先给你打过体能测验，到时候你要抓紧时间好好准备一下，知道吗？听见没有？啊。那我先走了。马老师，再见。马老师，你是在给我开玩笑吧？哎，我说真的呢，魏老师。 这娃真的是挺有耐力的。魏老师，哎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学校门口集合。好。魏老师，你就给娃一个机会嘛。马老师，我们一会儿坐车到城里搞个测验，你让罗子航也去吧。那行，我现在就去叫罗子航，你等我一下啊。 多吃点。嗯，啊。这次擦车赚了多少钱？没多钱。有钱了别胡乱花，省着点。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昨天。念书不见有个啥结果，还不如出去打工挣几个钱呢。罗子航，快跟我走。 魏老师要带你去城里跟他搞测验，啊！快，爸。
我们最近学校有的，咱们也看看去。上车了，上车。魏老师。王老师。刘子豪来了。快快，眼睛，你今天又完了你啊！快上车。老罗，我们去训练，你干啥去啊？哦，我跟着去看看。那坐车可要钱的啊！行行行，好，罗子航，扔吧。什么？马老师，这中考考试都不会及格啊。这娃长跑厉害，你测他长跑。考试不光要考长跑，还有铅球、立定跳远。咱再测一下他的立定跳远。你跟我走，其他人继续训练啊。马老师，娃不行就算了，再别麻烦魏老师。没事，咱先过去看看再说啊。爸，这干啥嘛？我还想回教室复习功课。你等一会儿再说啊。一米八，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至少两米四才基本达标。算了算了，不行就算了。魏老师，你还测测他长跑吧。其他都不达标，再说长跑还有什么意义？哎，罗卫星，你能跳多远？我没测过。来，跳跳我看看。老师让你跳，你就跳嘛。多少？2.51米。马老师，我看那个还是卫星参加校队，他训练训练能行。是，我想学文化课。罗卫星，这次越野赛跑进前20名，那中考可是要加分的。那就去呗。我没跑过呀。没关系，一会儿跑我给你测试测试。魏老师。你还让罗子航来试一试吗？那好吧，一块儿测试，走。哎，马老师，你说卫星上体校，将来军校好考？都一样的啊。罗子航，加油！老罗呀，让你家卫星参加校体育队吧，将来考体校啊，上体校啊，还不行吧？看你说的，空军招飞行员，每年从体校招很多人呢。是啊，飞行员工资可是高得很。这样吧，你回家跟你家人再商量商量。没人商量，只要能当飞行员，让他下周就来你这儿。慢点儿，走路别看书。哥，咱俩跑步比赛吧。你那短腿能跑过我？哎呀，咱俩比赛，那谁最后到家，谁就把家的零碎活都干完。好。
骡子。蚊子。你再叫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骡子，你写的作文登报纸了。我写的作文也能登报纸，就是我没记。那你试试看呀。这个报纸给我的。这个报纸本来就是给你的。骡子，你啥时候教我写作文吧？星期一吧，我来学校，咱俩一起写。好，那我先回家了，再见。啊。哥，走，比赛。哎，说好了不许耍赖，王八蛋才和你耍赖。预备，跑！咦，我先到。我就没好好跑，我路上还等你嘞。你跑不过我，借口还多得很。反正这家活都是你的。嫂，去提桶水。爸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去看书去啊。我刚和我哥打赌，他输了提水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去，让你哥好好看书去。你先去提水吧。我你一会儿回来，我给你做饭。最近怎么样？学习？学习还挺好的，在全年级考了第5。哥，看我怎么样？你劲儿大了。我跟你们两个说个事儿。维肖，我想让你进体育队。我文化课挺好的。你傻呀？你没听你老师说，能考进前20名。中考要加分，说不定体校还能破格录取你呢。体育生训练太苦了。那你说，我养你们两个苦不苦？爸，我不嫌苦。你得了，你看你今天跑的那样子，还好意思说呢？马老师说我长跑可以，我哥今年都没跑过我。你马老师又不是体育老师。我害怕我体育不行，还把学习给耽搁了。哎呀，你不会一边跑步一边背书啊？哎，再说了，你这两条大长腿，你要是跑不成，还有谁能跑成啊？我也想跑。你得了吧你！你别犟，你脾气还大得很。我就是这么个身体，你说供你两个上学，我容易吗？你要不有个好身体，要么你学习好，我能不让你上学？子航，咱爸说的有道理。你光看你能上学，别理他，说什么都不懂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学你就别上了。过两天，跟村子打工队，到深圳打工去。
这两天你要是给我胡花钱，你小心点儿。伟星，你也早些睡，明天一早上学去。哦。师傅，嗯，吃着呢。啊，你吃了没有？啊，我吃过了。嗯，我给你弄点面吃。哎，别，不用了。哎，宝贝儿，来了。快点儿，老师都来了。这孩子干嘛呢？来了。别着急，这上学还早呢。哎，爸，书包。呀，你看你这个孩子，快点。哎，老师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行，好，老师再见。哎，再见。路上慢点啊。哦。金师傅，给你。干嘛？这用你车的钱呀！哎呀，你替他们找孩子，嗯，这钱得他们出。哎，别，这我让你去找的。这不合适吧？哎呀，就拿着吧。那行，我再给你找50。哎，别，不用了，那剩下的50块钱，咱们就按老样子办吧。您这是教学呀，您这还是扶贫呀？那行，那你吃着吧，我走了啊。啊，行。你给我拿上50块钱的吧。哎，王少白啊，啊，你为啥总是拿50块钱呢？也不多拿点，我拿10000块钱，你有吗？那你得先给我钱，我先买小鸡儿去。哎，子航，挑完水把鸡蛋整理整理，给你百行书拿上。听见没有？耳朵让驴毛碎了，犟驴。那老二这是咋了？别理他。哎，老二今天咋没上学呢？啊，家里头这两天盖鸡圈，留家里头帮两天忙。可不敢耽误娃上学。我知道。钱给我，鸡蛋你拿走。哎呀，这钱啊，就是你爹。钱不是我爹，是我姥爷。嗯，好，你个财迷，我跟你说。大家都是这么叫的。你听着，胡叫！你看不见，都满了。你看这咋呀？咋？欠收拾。赶紧吃饭。刘鑫，你也吃着。哎，我刚吃过了。吃饭就吃饭，看啥字典啊？杨鑫，你这头发上抹的是什么呀？嘿，这你就不懂了，时尚潮流，在社会上有这，就是这个，没人敢欺负。杨鑫，你这狗东西，我说了多少次，让你把头发剃掉，你干嘛来着？站住！别跑！不听话。好好收拾他。啊，以后进入社会了，千万别学良心这样。气不气你？我不气，我这好着。气不气你？这你气不气你？气不你呀？你好好的给他剃了。要是我啊，我就把他剃一根一根的拔光了。不是，让你气，你弄这是头，抬过来。你弄这啥玩意儿？知道是头发染的色，不知道是因为。跪回来了，你让你就饶了我几十块钱弄的，几十块，你败家子，败家子。
给，现在的票不好买，好不容易托人买到的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你别跟我犟，小心我收拾你！你别烦我，你让我静一下。你哭啥？从小到大你就知道拿尿水吓人呐！哎，你干啥呀？你给我回来！你上哪儿去呢？啊！你给我回来！站住！站住！你要是走了，你就永远别回这个家。我就只想问你这个儿子。这走，回来，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你下来不下来你？啊，你下来不下来你？我想静一静，我不想说话。你一个娃娃家的，有什么想不通的？我就是想不通。那你个犟驴，我看你啊，你不挨打你就想不通。你呀，我。我说你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！你想，爸，爸，吃饭了。我气都气饱了，吃什么？叔，你这是咋了嘛？还不是让罗子航这个狗东西给气的，让他打工他不去，哎，害得我跌倒了把腰给扭了。叔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去给子航说，我哥俩一起去打工。罗子，说走吧走吧，去打工吧，待在家里多没意思，学习。他妈的学不懂，看，待在家里整天还受你爸的气，多窝囊。城里的生活可好了，看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。我就是想上学。上学还上个辣子。杨师傅，哇！笑什么笑？这笑的话我就骂他娘了！你说，那个赖皮草啊！你这是怎么了啊？这么开心？老师，你看梁希的头。哟，梁希，你这头发是怎么了？说我爸给我乱剃的。行了啊，我们上课啊。今天我们讲一下上周。哎，卫星，卢子航怎么没来啊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他爸让他去深圳打工了。我们讲一下上周的作文啊。带几个馒头，路上吃。班车也快到了，看看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。你出去啊，把钱装好了啊，记住了，别乱花，小心点，干什么事情自己多担点心啊，别老那么犟。这狗日的，又不是班车，应该是个时间呢。罗家长，听说罗子航要到深圳去打工。哦，半小时前已经走了。啥？走了。
师傅。呀，马老师，你买这鸡蛋，这咬的都臭了。景师傅，麻烦借用一下你的车去找一下罗子航。哎呀，他们家这是又咋了？快走吧。哎呀，报告！报告！毛老师，这个是娃自己要求，我也没办法。那你把罗子航电话给我，让我跟他通个电话。没有。马老师，马老师不在，你找他有事吗？我找他有事。罗家长啊，这每个娃都有他的优点。有啥优点？这罗子航能背过一本字典，这一般人都做不到。行行行，光靠背一本字典就能考上大学了？马老师，我看您就再别费心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都是为了娃，别少说几句。那这样吧，罗家长，等罗子航来电话了，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，让我跟他通个话。那好，等他从深圳要是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就把电话号码捎给你。那行吧，您先忙着，我走了。我腿脚不便。马老师，马老师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景师傅，我想一个人走一走。那路挺远的，我送你吧。真不用了，您忙您的吧。啊，对了，那车钱我回头再给您送过去。再说再说。马老师，你慢点啊。这不是你写的信吗？马老师回来，你给他说我走了。伟民哥呀，伟民哥，你那脑子都有问题呢！我跟你说，你咋说话呢？人家是为了你娃，你咋那样子跟人家说话呢？那你说我咋说啊？当老师的都能像他一样一根筋啊，把娃都教成一根筋了。人家是为啥？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让你娃上学。我不想让娃上学吗？卫星不是上着呢吗？那子航就不是学习的材料。我家的事情以后你少管。哎呀，你这腿不利索，我看你这嘴还挺利索的嘛。哎，文明哥，你说我这几年为啥收你家的山货，收你家的鸡蛋？你爱扶贫呗。我钱多，没地方花了，我烧得慌，我没事干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几年收鸡蛋的钱都是马老师给的。人家为啥？还不是为了你家好，为了孩子好，为了你们以后有个好光景。
拿来。啥嘛？电话号码。王老师，魏老师，罗子涵同学给你送来一封信，是吧？啊。王老师，你要注意身体啊。嗨，我没啥大事儿。你为学生们操心太多，可自己的身体也重要。其实我没啥大病，就是感冒老不好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嗨。马老师，咱们学校学生多，教室少，你要量力而行。好了，累了一天了，你休息吧。哎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哎。王老师，景师傅，这么巧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这么晚你还用车呀？这学生不回学校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你还是踏实点吧。这是啥呀？工头的电话号码。喂，喂，你好。麻烦你找一下罗子豪。啊，找罗志豪啊。哦，罗志，电话。找你的。喂，罗子豪，我是你马老师。哦，马老师，你赶紧跟我回学校。但是我爸让我出来打工。我知道，我让你回来你就回来，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啊。哦，我马上回来。马老师让我回去上学。金师傅，麻烦你跟我去趟火车站呗。这天这么晚了，这路又不好走。哦，对了，这是这个卖鸡蛋剩下的钱，给您。哎，别别别，还是放您那儿吧。这以后我还得用您的车呢。哎，以后用的时候再说吧。哎，金师傅，这些、哎、我走了。哎，你慢点走啊。
师傅，小金山去不去？太远了，不去。师傅，小金山去不去？师傅，小金山去不去？马老师，卫星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我睡不着，赶紧上床睡觉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明天一早你跟我下山一趟，去把你弟接回来。可是他到深圳去了。我没让他去。哦。早点睡啊。一会儿咱们先到镇上，来辆车再下山。好。穿多吗？不穿了。罗子航。子航。这活你可干不了。从车站到这儿，50里路，你咋回来的？我跑回来的。得了，你吹吧你！不信我跑给你看。这什么时候脚好了，什么时候再跑。啊。你这样做就不对。你才不对了。你看这个题，它应该是这样的。你这是错的。你才错了呢！你再看这。他这样做，你错了！哎呀，你这个娃就是不听话，叫你出门打工去，你跑回来干啥？你看你那脚都烂成那样了，还能跑啊？没事，就是起了一个小泡工，小泡。给，这是你换洗的衣服。吃饭有钱没有？口袋还有点钱。有钱了，别胡乱花，省着点啊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哦，你要是想跑步，啊，你就给我好好的跑。要是跑不出个好成绩来，你就乖乖的跟我回家。听着了没有？爸，我能跑第一。哼。爸，我，好，你好好学习吧，啊。水吧啊，不用了，你们去玩去吧。马老师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真不用啊。哎呀，我是男生，应该做，应该做的。老师，那我们去玩了。哎，你们去吧。
马老师，这个学生我不要。他一晚上能从50里的山外跑回来，这跑1万米绝对没问题的。他50公里用了多长时间呢？大概10几个小时吧。这还叫快吗？这跑越野赛主要还是看人的耐力嘛。不看时间，只看距离，那我1个月能从北京走回来。笑什么呢？练你们的。马老师，你看我不能因为一个学生耽误这么多孩子的训练吧？看什么呢？出去跑步去。把门带上。5年了，咱们学校没有一名学生在越野赛进入前20名。你说，我咋能让罗子航参加比赛呢？这不是让人笑话吗？这你不是人，又咋会知道呢？马老师啊，我在教育战线干了几十年了。每年招多少学生，谁行谁不行，我一看就知道。那我凭的是啥？我就是凭的我几十年的经验嘛。马老师，你还真认为罗子航能有出息？我不相信我的学生，我相信谁？39 40 41 42 43。罗子加油，看你能做到100个不？我这样做能做200个。我说罗子，这么矮个儿还想参加越野赛？你个子高，也没见你跑多快呀。皇上不急，妃子急了。快走走走，快走走走，不打扰人家了。我去跑。罗子航，加油！罗子航，步子再迈大一点。怎么了？你到底咋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没事。那你咋了？咱俩是不是好朋友？是啊。说不说？裤裆扯了。呀！这拿手煮的，我天！哎，啥时候能吃上一个东西？哥，你缝那裤子还能穿上不？不会缝，我把我的裤子给你吧。加油，慢了！你咋没有昨天跑得快呢？你穿这么长的裤子，咋能跑过那些体育生呢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把你作文本给我，我给你改作文。给。这裤子是你哥的吧？啊。哎，骡子。这是穿哪个女娃的裤子？哎，这不是蚊子的裤子吗？不是，就是就是就是。你加快，快一点，都到了冲刺的时候了，快点！太不像话了啊！一天不如一天，跑出什么样子了？还想不想比赛？
看这个速度，还不行！哎，我怎么？魏老师，我时间多少？还问呢？你还差两圈，跑去，跑！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样子啊！跑完就坐在这儿，你看看，哎，你们这速度一天不如一天。 罗子航，你怎么不吃饭呀？在这干嘛呢？马老师，我感觉我跑不了1万米越野赛。你怎么了？你昨天不还跟我说你能跑第一名吗？我不想跑了。你咋了嘛？你跟老师说。没咋，我就是不想跑了。罗子航，我现在才发现，你是一个懦弱的孩子。 当初就不应该把你叫回学校，马老师。我感觉我真的跑不了。罗子航，你不是能背过一本字典吗？我问你，困难的难字在新华字典多少页？348页，第一列，最后一个字。 你自己翻一翻，看对不对？对着呢。这一本字典你都能背过，你还有啥坚持不下来的？就说这字典，咱们全学校除了你，还有谁能背过？没有人，就你一个。这背字典，你也不是看一遍就能背下来吧？ 你也是一个字一句话的背下来的，这跑步不跟他一样吗？魏老师不让我跑步，那谁让你背字典了？啊，我让你背了。你自己要背的。就是啊，这背字典你看过别人的态度吗？怎么到了跑步，你反而没自信了呢？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。你要实在想不通了，你就回去打工，老师再也不去找你了。 也再也不给你爸添麻烦。
老师，今天是我。行了行了，老师没生你的气，赶紧回去睡觉去。哎，明天体育队训练，你跟着一块儿去。啊。哎，罗子航，脚步放轻，多睡觉呢。啊。注意安全啊！快点，注意安全！沿着马路沿跑，快点！注意安全啊！速度，快，快点！沿着马路沿跑啊！胳膊往大点，注意安全！卫星快跑！罗子航，把队伍跟上！快点！朱校长，这娃叫罗子航，挺有耐力的。那么小个儿能跑吗？哎，没问题的，这娃训练一下肯定能出来。马老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最近有点感冒。你要注意身体呀！啊！站快！注意呼吸节奏。对，俺教你们的方法练，1万米就是练跑，站快！开了，站快！哥，咱俩比赛，不要着急，您加速。哥，看咱俩谁先到。别说话，保存体力。没事。跑1万米速度太慢了啊！回训的时候还要加速啊！听见没？回训的时候还要再加速。才算数。罗子航，你怎么参加跑了？马老师让我跑的。净胡闹！快一点啊！哥几个快一点！站快！马老师，没事吧？子航他们几个回来没有？没见吧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罗子航，加油！快点跑！哎，马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啊，马老师！鲜花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你看这塑料花多好。你看这也没啥大病，把你们给麻烦的。马老师，我服了，你这个人的心态就是这么好。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就不要考虑工作上的事儿啊，好好休息啊。对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前面的工作已经耽误不少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都担心后面的任务完成不了。校长，马老师就是这么认真。马老师，你把身体先养好再说嘛。这当老师就是个良心活，我也就是求个问心无愧。魏老师，啊，我想求你个事儿。嗯。再给罗子航一个机会吧。马老师，咱们学校的学生这么多，像罗子航家里这种情况的，那多的是了，咱们顾不上。魏老师，也许你不知道，
小的时候，我家里很穷，养活不了我，就把我送到了农村。一开始，我只能在农村的学校当旁听生。可是后来，我学习的成绩、理解能力，都要比其他的学生要好。那个时候，我的农村老师觉得我挺优秀的，就给了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到学校去听课。所以，后来我才能考上大学。我挺感激那位老师的。看到了罗子航，就像看到了当初的我。我相信，只要给罗子航一个机会，他的人生肯定会不一样的。哎，马老师啊，听了你这么说，你放心吧，我和校长我们一定想办法。谢谢你们。好，校长要开会。嗯，开会。你们先走了。好啊，那你们忙你们的吧。安心养病，啊。马老师，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啊。哎，好，你慢走啊。哎。马老师，我们先走了，回头再来看你。走，好，学生们都来了。校长好，魏老师好。看都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留一两个代表，剩下回去上课，啊。校长，没关系的，让他们进来的。哎。进吧，快进吧，马老师想你们了。嗯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我们来了。老师好，咱们走吧。啊，魏老师，哎，你就做好长期当班主任的准备吧。不是让我临时替的吗？估计马老师的病啊，很难再回学校教学了。怎么？这诊断结果，你看看。校长，这是。秋天，像是风给叶子镶上了一层金边。罗子航，你的作文写的还是挺好的啊。老师，你生病了，就别给我们改作文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尤其你们这些体育生啊，一定要注意文化课的学习。知道了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1万米的越野赛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每天都是第一个跑回去的。罗子航，魏老师同意给你训练了。嗯，老师，我争取跑第一。坚持下来就行了。怎么这么多人？学生，病人现在需要休息。那行，那你就先回去吧。老师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，老师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。好，你们路上都小心一点啊。老师，你注意休息。好，你好好学习。老师，加油。老师，再见。路上小心点啊。罗子航。啊。等你比赛的时候，老师一定回学校给你加油。嗯。大家要在越野赛中取得好成绩，就不要怕吃苦。同学们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大家要加强训练，不要泄气儿。大家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大声点儿。听见了。雅欣，你去锻炼跑这干嘛来了？太累了，能量都跑完了，咋还参加比赛？我跟你说，你又别不好好学习，我看你长大能干啥？嘿嘿，和你一样开个大商店，买辆小汽车开着。嗯，啊，有理想。都是多亏你们两个的指点，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就是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人信我们，要不是你们肯让我们访问，你们几个咋不跑步呢？罗子，快快快快，成龙，快快！老师让锻炼，参加越野赛呢。你们把能量跑完了，还咋参加比赛吗？是啊，不是，
我兄长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别理他，就他那个，哼，还参加越野赛了。他能跑第一，我们都会飞了。停吧，咱都累成马了这。哎呦，我的天！魏老师，这下可以休息了吧？起来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你们还要休息，那就回家睡觉吧。看看人家罗子航。这家伙是铁打的吧？罗子航，你这是干啥呢？我加强锻炼呢。回宿舍睡觉去，明天再练。锻炼呀，要讲究科学，不能蛮练，这样容易把肌肉拉伤，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了。回去以后啊，拿热水洗个脚，放松放松。啊？嗯。好，去吧。罗子航，慢一点，老师和同学都睡了。啊。罗子，咋没你名字呢？师兄啊，你听我说，你再给局领导讲一下，再给我们加一个名额嘛。看你说的啊，给你加一个名额，
全县这么多学校呢，这都咋弄啊？哎呀，大哥嘞，我这不是有特殊原因吗？这娃的确很有潜力，很有潜力啊！哎，我说志胜啊，这有潜力你咋不早报上来呢？现在这文件都下来了，这根本就不好改。好师兄嘞，这娃很有天分，你得给想想办法嘛！啊，我是没有办法，只有求您了。这样吧，要不你让他可以跟着队伍跑，最后呢，这个成绩啊可不能算。好吧。就这样吧。行了，我这边开会呢啊，就这么着了。他们怎么说？那边说了，罗子涵可以参加比赛，但不计成绩。单都定下来了，也改不了了。没关系的，你让他跑就行了。那只能等到明年了。你能训练他，就已经很好了。那他们家会同意吗？你放心，等我病好以后，我去他们家说。好，那就这样。罗子豪呢？哎，罗子涵，罗子涵。快快快！罗子豪，不管有没有名额，1万米都要坚持跑完。好。到时候，老师去学校给你加油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就是想睡了，你回去训练吧。嗯，马老师的话呀，你一定要记住。1万米一定要跑完。哎，平常训练的不错，一定要比他们都跑得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坚持。那是吗？马老师，白看，我去带了一下吴老师，情况不太好。去吧，在二楼。啊，怎么样？去吧，去。马老师咋了？走走，子丹，走走。哎，哎，老大，咱们还在训练呢，走吧。同学们，这次全区的越野赛，从华兴中学的操场出发，绕学校一周，出大校门，进入环山路，完了进入主干道。入城，老师，我没进过城，迷了路咋办？安静点，同学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次越野赛由警车为我们开道。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。同学们，5年来咱们学校没有在全区越野赛中进入前20名，今年全校师生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。你们有没有决心为咱们全校争光啊？有！大声点，有没有？有！老师，你找谁？
哎。